感谢大家的听感演出，刚才那个系统，刚才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音效，像《西游记》里面的音效。跟那个一开始的有一个警报一样声音，是那个 Verbose 的 Complex Oscillator， 其实它是一个普通 Oscillator， 然后它有两个 Oscillator， 然后一个 Oscillator FM， 另一个 Oscillator， 但是用了一个。非常低的频率吧，可以理解为 LFO 吧。然后 FM 它的 pitch 就会出现一个呜呜呜呜这样的声音，就可以又可以造一开始的警报声，又可以
后面的 C 有自己的系统。对，然后我的系统基本上只有两个 oscillator， 刚才说了几个 verbose 的 complex oscillator， 还有一个就是Noise Engineering 的这个 LIP。然后这个 LIP 我基本上不会去那个给它放任何 trigger sequence， 它本来有一个 loop mode。这个 loop mode 就是你可以自己调制它的，我还有什么用？它这个 loop mode 你就可以调制它的这个 generator 的时长，就你现在可以看它慢慢变长了。因为我从来不会去 sync 它，因为我觉得这种 ambient 的比较偏 ambient 没有旋律的声音，我觉得没有必要去 sync， 所以说它会不规律的待在某一个区域吧，然后反正你每单区域出来都不一样。然后刚才说的那个，刚才说前面那个 complex oscillator， 当你做 COG 跟做警报声音的时候，我也不会去 sync 它。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 FM 的声音，没必要去 sync。唯一 sync 的只有我的一些 drum sequencer， 一些 percussion 的一些东西。然后还要谢谢段师傅帮我调了一下我的鼓，因为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鼓比所有人的鼓都不好听，然后后来段师傅帮我调了一下，谢谢谢谢。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我是不是可以关机啊？我是不是可以关机？哎，您好，您好。就有问题，就是您这个系统里面有一个那个频率上，它有一个 fix filter band 的那个东西，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比如说，你可以听一下，就是，就比如说，那它现在只有这两个 filter 在出声。然后我会插一个 CV 去modulate 这些 bank， 所以我只要保持两个 bank 在上面，然后剩下的我就随机一下乱弄一下就好了，那它就会。对，会，因为当我另外一个oscillator 做低音声部的时候，这个我可能只会开高一点的 band， 这样的话就不会打撞了。哦，谢谢谢谢。谢谢。